大家好，我是凯莉和玩具朋友们的艾莉。今天呢，哒哒，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来玩凯莉饼干房子玩具。凯莉，快乐一家。好，朋友们，今天艾莉要来给小艾莉、小凯莉、小凯文建造饼干房子。大家看到了吗？这里有小艾莉、小凯莉，还有小凯文。那朋友们，我们来看看箱子里面到底有什么吧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是什么？好，这个是垫在下边的底座。啦啦啦啦，艾莉喜欢的橡皮糖、巧克力，还有糖果。哦，五颜六色的，是不是很漂亮啊？还有白糖粉末、蛋白粉，还有呢，咚咚咚，是裱包袋呀。还有好看的草莓色的饼干装在里面。好，这个应该也是草莓味道的吧，我来闻一闻。哦，好像不是呢，只是饼干的味道。那现在是小凯莉最喜欢的粉色饼干，艾莉呢给大家仔细的看一看。好，那为了方便制作房子，哦，这个上边特意准备了这样的卡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正式的开始制作吧。那么首先要做的是，你们先到一边休息一下。就首先要制作的东西，只要把白糖粉末跟蛋白粉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了，只要混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混合一下吧。咻咻咻咻咻，现在把白糖粉末倒进去。咻呀，然后是蛋白粉。大家知道什么是蛋白粉吗？就是用鸡蛋白冻成的粉末，就叫做蛋白粉了，是不是很神奇啊？艾莉也是第一次看到蛋白粉。哦，把它倒入蛋白粉。好，那朋友们，现在我们就在往里面倒水就可以了。水呢，一勺。好，共三勺。好，像这样就做好啦。那现在就要把它们放入裱花袋里，哒哒，放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咚。哦，对了，朋友们，做料理之前一定要记得把手洗干净哦。好，朋友们，你们看，现在艾莉已经装好了，一会儿呢我们要把下边剪开来用，那先把它放在一边。好，把盖房子需要的饼干拿来。嗯，房子形状的后边呢是支撑的部分，侧面。好的，把这个裱花袋的一边剪开。咻，哦，看来能不能正常出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，很顺畅嘛。那先把它涂在这个旁边。哟哟，好的，涂好。那接下来嘟嘟把它转过来贴到一起就好了，是不是特别简单？那这边呢我们也来一些，嘟嘟贴上，边也涂一些，保证贴得牢固。朋友们是不是很好奇里面呢？噔噔噔噔，艾莉已经固定好了，看到了吧？那我们呢用相同的方法把另一边也粘上吧。好，朋友们，艾莉现在呢把这个模子是已经弄好了，不过现在贴房盖好像还不行，
等到它完全干了再安上屋顶吧。好像得等上5分钟左右。那么我们来等一下吧。咚咚咚！啊，朋友们，已经过5分钟了，应该很结实了吧？哦，不错不错。那现在我们就把屋顶给放上去吧。屋顶，屋顶也要再涂一些。哦，朋友们，现在屋顶也很结实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装饰吧。这个呢，做前边呢，还是这边做前边的？那还是这边吧。好，那然后，哦，那接下来，朋友们，这里需要一扇门。没关系的，朋友们，能看出来是门对吧？要是觉得这里少了些什么，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，我们这里还有好多好多材料呢。噔噔，那现在把黄色的巧克力球来在这里做一个漂亮的门把手吧。噔噔，哇，很好贴嘛。好，还有这里，哒哒，怎么样，门是不是变得越来越漂亮了？那我们一起来装饰吧，先不要失望哦。好，朋友们，这一侧的屋顶已经弄好了，那再动一下另一边。艾莉弄得还不错吧？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朋友们，我们的门跑到哪里了？啊，真是的，要固定好，固定好。好，这边要怎么弄才好呢？那我呢，就按照我想的来做了。好，朋友们，怎么样，想不想艾莉的下脸呢？好，现在我们来弄一下边框。哒哒，朋友们，艾莉的笑脸屋顶就完成喽。好，哦，朋友们，这边跟这边是不是完全不同的房子？好，那前边这个一定是完成了，现在呢轮到旁边和后边了。既然是小伙伴们的房子，不如再弄几个字母吧。好，朋友们，你们看，小凯莉、小凯文、小艾莉的大写字母就做好了。哇哦，好可爱呀。那么旁边我们要怎么弄才好呢？好，旁边好像有些太花哨了。好，哦，想一想，想一想。这边呢？这边。朋友们，糖果墙做好了，那现在就剩最后了。噔噔噔，还剩这边啊，真是的，这里要怎么弄呢？
朋友们，噔噔 ，Kitty Kitty Kitty has done you。朋友们，这个是满是音乐的房子，是不是像音符啊？朋友们，这个就是音符。好，朋友们，现在我们来正式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们要把剩下的地方好好装饰一下。朋友们，就这样，饼干房子完成，才怪呢！朋友们，是这样，上次呢，凯莉呢，把她亲手做的棒棒糖送给了我，现在我要用它来好好的装扮一下。这里呢，有一个小艾丽了，对不起喽，嘿嘿嘿，拿掉这个棒棒，在后边涂上厚厚的一层。小凯莉在这里，接下来是凯文。哦，小凯文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怎么办啊？没事，我能做到的，我来把它修复一下，我能做到的，可以的，不用担心。你好了，你好了，好，来吧。朋友们，稍等一下。好了，小凯文也弄好了。好，最后是小艾丽。啊，真的好漂亮啊！朋友们，给你们看看，一二三，噔噔，就这样，小伙伴们的糖果房子弄好喽。哇，这里就是艾丽为我们做的糖果房子吗？真的好漂亮哦！对呀，真的好漂亮，果然不愧是艾丽呀。啊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哇，好漂亮啊！艾丽，谢谢你。哦，小伙伴们，既然我们有了新的房子，不如大家买来好吃的在这里吃一下吧。啦啦啦啦啦！哦，等我一下。啊，朋友们。哎，等我一下嘛！哎，小伙伴们，既然这么喜欢这个房子，我也好高兴呢。我也觉得好好看呢。这里是音符，这里呢是大写字母，这边呢是糖果小镇，还有还有，这里是小伙伴们样子的棒棒糖。啊，真的好好看。哦，对了，既然这里是糖果房子，那么就是可以吃的喽。不如我先来尝尝味道吧，先从这里开始吧。啊，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真是的，就是想尝尝味道嘛。啊！哦！哇！好脆的饼干呢！哦，真的好好吃。我要把它都吃掉。哦，好吃。不过这可是小伙伴们的房子呢，怎么办？知道我给他们盖了房子正高兴呢。哎呀，不管了，我就吃一个屋顶而已。嘿嘿嘿嘿。